我们来到直播间呢，可以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把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好家人、好朋友。有任何想看的车型，都可以打在评论区。然后我们有什么想了解的问题，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雷凌混动。如果是背光的话，就不用拍我了。偶像包袱？不是偶像包袱，这也太黑了。到这来。那个新款精英版凯美瑞，新款精英版凯美瑞，精英版的凯美瑞。精英 Plus 双擎的精英 Plus。那个千城小哥哥，我们展厅的凯美瑞目前只有2.0的。是6月1号发布的。对，我们目前那个千城小哥哥，我们凯美瑞店里呢，目前只有2.0燃油版的豪华版和2.5的那个豪华版双擎的。你说的那个精英版，它是6月1号。出来的嘛，所以说我们可能七月初的时候才会到店，才能看现车，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星星哦，天天都能，对，还没定呢，我们会定的，等定了之后星星告诉你，你可以关注我一下，可以关注，天天都可以看到小姐姐，好开心。然后那个，那你是不是关注我了？关注我之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，看看豪华版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带大家看完，带这个小哥哥看完雷凌，我们就带你去看看豪华版的凯美瑞，好不好？嗯，然后我们是大家可以点点赞，点到5000赞，接着给大家备案节目。我们来看看雷凌的一个外观啊，咱们的雷凌呢，它是我们广汽丰田的一个轿车，然后它是上窄下宽的嘴型，它是一个我们的中级车，上窄下宽的嘴型嘛。它的车灯呢，就像两个战斧，两个放平的战斧，像不像？评论区有没有觉得像的？它像不像两个战斧？然后呢，它的那个线条感很强，铝合金的轮毂，它有1.5升，还有1.2T，还有双擎，我们有三个动力，油耗最低是可以低至4升的。非常的省心，省心又省钱，对不对？省心又省钱。而且我们雷凌的它的内饰啊，很多都是那种豪华车才有的内饰，比如我们的三屏联动，比如我们的全部软包，我们的雷凌也是全部软包的，还有我们丰田的智行安全系统，这样就会让你觉得非常安全，安全感拉满。接着呢，我们来，雷凌是美版卡罗拉吗？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你的大爷小哥哥，我们可以这么说。然后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凯美瑞，刚刚想看凯美瑞的小哥哥还在吗？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凯美瑞，这个是我们2.5双擎版本的，双擎豪华版本的凯美瑞，可以看看它的外观。先看看我们的前脸，鹰眼 LED 大灯啊，一个黑色外观，黑色内饰。像我们凯美瑞的话，它的内饰有黑色、棕色、米色可以选择的。看一下2.0的，好的，我们来看看2.0的一个凯美瑞豪华版，燃油版的哦。然后欢迎我们新到直播间的朋友，我叫星星，我是我们广汽丰田的主，我们是我南京瑞月广汽丰田 4S 店的主播加销售。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点赞，大家点点赞，点到再点5000赞。点到10000赞的时候给大家表演节目。然后我们是喜欢星星的可以点点关注，加加粉丝团，有任何想看的车型都可以打在评论区，还有想了解的问题也可以打在评论区。看看内饰和空间。好的，我们这个是2.0燃油版豪华版的凯美瑞，这个是2.0燃油版豪华版的凯美瑞啊。星星水杯呢？狂奔虫小哥哥，我今天没带水杯，今天没忘记带了，但是我们水杯也挺重的，拿着是挺重的。什么才艺？我们是才艺可多了，我们会的可多了，我们是180种才艺任你挑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2.0燃油版的一个凯美瑞，我们的内饰啊，我们的凯美瑞它也是一个三屏联动的，我们凯美瑞也是三屏联动的，并且凯美瑞的话，它的颜值、科技、安全啊，都是做得非常好的，全系标配10个安全气囊。还有我们丰田的 TSS 智行安全套装都是有的。像我们凯美瑞的话，它是一个低重心宽车体的设计，非常的有动感，对吧？就是那种动感型轿车。看后排，来看看我们的凯美瑞的一个后排。谢谢我们
菜包小哥哥的点赞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我们可以点赞不要停啊！大家直播间的小哥哥们知道怎么点赞吗？就是我们这样戳屏幕就是点赞了，可以一直点，点到一万赞的时候给大家表演节目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开的是我们2.0燃油版的一个凯美瑞，白色外观，黑色内饰。凯美瑞的内饰选择的话，我们有黑色、棕色、米色可以选择。然后我们凯美瑞的后排空间，现在来看一下。我们凯美瑞的话，它后排也是有独立的出风口，还有我们的那个 USB 充电口，并且我们中间的那个踩脚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看到设计的很低，对不对？也是我们的一个人性化设计，因为我们后排坐三个人的时候，如果那个中间的隔板它坐得很高的话，我们中间那个乘客他肯定是非常的不舒服的，对不对呀？所以说我们也是为大家着想，我做不会觉得累，还有中间凸起比较大。千城小哥哥没有那个中间的凸起，坐得很低的。这还低啊？这还不够低吗？你坐一下，我看一下空间，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排的一个空调。这个凸起啊，你得看跟谁比。你如果把迈腾拿过来或者帕特拿过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凸起真的是很矮很矮。那如果是帕特和迈腾的话，你这个脚都放不上去。欣欣可以把脚放在那个凸起那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非常这个。对，还是可以放上去的，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如果说是迈腾帕特的话，那可能欣欣的这个就像坐小板凳一样了。